中国握手采取方昏厥与死亡，死亡并不恐惧，在你不经意的一瞬就等起身昏厥过去。虽然只有几秒钟的时间，你已完全体会到了死的无知幸福。吊亡苦伤的亲人哪里知道为何要自责苦气，悲伤乃至缺失。我这一生因两次与他相遇，只是如梦醒来，又恢复了忧患意识。